早安。妈妈早安。我们今天要来上的是贴纸游戏。大脑的吗？对，大脑的贴纸游戏。今天要上到的是我会分类。你看看哦，他要找出交通工具，这个是交通工具的，这个是水果的，这个是动物的，这个是花朵的，然后找出跟它相关的一样的，我们把它贴起来，好不好？急救小帮手。好，急救小帮手上次已经做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呢，阿妈拿给你四个贴纸，好，你自己来贴。这个是适合贴在哪一个的？这边哦，这边的分类的。好，哎，它是花，花的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是放在它的格子上面。花，它是属于花朵类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现在在哪一个？你拿现在拿的是什么？香蕉。香蕉属于什么类的？水果。香蕉是属于水果类的，它跟苹果还有葡萄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拿一个。好，现在拿的是什么？轮船。轮船，轮船跟什么一样的？轮船都是交通工具哦，公共汽车还有什么飞机，都是属于什么交通工具？交通工具就是可以带着我们到处去的哦。好，你现在拿的是什么？猫熊。猫熊，猫熊是属于什么动物？动物。所以呢，它是跟狮子还有大象一起的。哇，咪咪已经完成了，你看看交通工具里面有什么？轮船。轮船。公共汽车。好，你要念一下。公共汽车。公共汽车。飞机。飞机。好，水果类。水果类有什么？香蕉、葡萄、苹果。很棒。好，动物呢？这是什么？猫熊、狮子、大象。好，花朵、花的这个是郁金香。好，说郁金香。郁金香。好，这是太阳花。太阳花。玫瑰花。玫瑰花。它们都是属于花朵类的啊。那这是水果类，这是交通工具，这是动物类的。哇，咪的我会分类，很棒哦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一个。动物妈妈要找宝宝，我的小宝宝跑到哪里去的呢？我们要来帮母鸡找到谁？母鸡的小宝宝是谁？弟弟。小鸡。小鸡。青蛙的小宝宝是谁？蝌蚪。蝌蚪。蝌蚪会变青蛙哦，变得呱咕呱咕。好，好，哇，蝴蝶的小宝宝是谁？你昨天有去看看毛毛虫，对不对？蝴蝶的小宝宝是谁？蝴蝶。毛毛虫。毛毛虫吃饱了，睡饱了就会变什么？蝴蝶，对不对？你昨天有没有去看一个展，叫做好饿好饿的毛毛虫，有没有？哇，毛毛虫长大以后变谁？蝴蝶，蝴蝶生得真美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企鹅呢？企鹅的也是小企鹅，我们来帮他找好不好？说动物妈妈找宝宝哦，来，动物妈妈的宝宝在哪里呢？好，这只是谁？妈妈。小鸡，小鸡在哪里？找，赶快找小鸡。小鸡要，它的妈妈是母鸡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毛毛虫的妈妈在哪里？毛毛虫的妈妈，毛毛虫的妈妈，毛毛虫的妈妈长大以后变谁？蝴蝶。哎，蝴蝶就是毛毛虫，对不对？再来，哇，这个比较可爱哦。这是青蛙，是蝌蚪。蝌蚪小的时候啊，小小一只，你看不懂它是什么，对不对？等它长大了以后，它就是会变成青蛙咯。还有小小的企鹅在哪里？哇，好棒哦！你看看，母鸡找到了小鸡，它的宝宝；青蛙找到了小蝌蚪，
他找到他的小宝宝咯。蝴蝶找到了谁？妈妈。毛毛虫找到了他的小宝宝，对不对？好，小企鹅找到了他的小宝宝了。好，都找到宝宝以后，我们就一起回家吃中饭咯。好，拜拜。这个课啊，粉红红粉。好，泛红黄色。阿妈写一下，今天是4月28。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跟他说拜拜，亲子游戏，拜拜。